我要见到荣玉杰的丈夫，拿将死的命来换。 之间最后一次恩义吗？好，你的宠婢出现在我的房间，这有点说不过去。难道少君认为青阳姑娘与我？ 更加亲近些。这一位之缘，接待堂，今晚可以暂时静一静。你是为了我回来的。现在魏昭先射上我手。崔先生验过，何永林手上的伤口和方林院一面人所用的小剑，完全吻合。三郎。